B&W 融合轿跑及休旅车的特色，打造外观运动感十足并兼具性能的全新车款 X4。 在 X4 的话，它是延续着 X6 的一个美学的设计，我们称它叫做休旅跑车。怎么叫休旅跑车？您在它的车顶的部分可以看到，它拥有就像是双门车一样的非常低扁的车顶的流线。那另外在车侧的部分，它也用了一个双腰线的设计，透过车侧的折线来展现出车辆的一个肌肉的动感。除了外观有所进化 ，X4 更推出搭载 Twin Power Turbo 直列四缸及六缸汽油引擎的 xDrive28i 和 xDrive35i。以及搭载 Twin Power Turbo 直列六缸柴油引擎的 xDrive30D 三款车型可供选择。在安全配备上 ，X4 更拥有最新的影像显示系统。在 X4 上面呢，它搭载了最新的360度环境显示系统。当您在驾驶的途中呢，只要开启这个系统，可以看到车辆四周非常清晰的一个状况，那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在停车的时候或出巷弄时候的安全性。这次 X4 导入 B&W Efficient Dynamics 高效动力科技，让车款充满驾乘乐趣之余，更不忘兼顾环保节能。另外，在车室内驾驶者导向设计，更凸显 B&W 在操控人性化上的用心。如果有机会您坐到 B&W 后座中间往前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一些中控，它是微微的倾向驾驶者，这样的设计就有点像是飞机座舱一样。所有车内重要的一些控制的一个元件，我们可以非常轻易的就手，可以做到像是盲眼操作这样子的一个好处。X4 充满运动感的外观以及安全配备的提升，要为国内车坛打造一台拥有休旅车舒适感却又不失运动风格的独特车款。